在第一站成都的采风，我们音乐探宝团虽说是磕磕绊绊。哇，这里能有音乐人吗？这里有音乐人喜欢吃的东西。但总算不负使命，与众多宝藏音乐人一起，在成都的雨夜献上了一场一路畅想的第一场演唱会。一路畅想，让音乐放飞梦想。干杯！干杯！我们音乐探宝团采风的第二站来到了上海。上海从来都有一种魔力，无论是江南丝竹，还是西洋管弦，无论是老爵士还是新摇滚，上海都能中西融汇，古今兼采。所以上海成为中国近代流行音乐发源地就顺理成章了。上海的音乐形式很洋气，同时它还有融汇很多本土文化的东西。这样的音乐传统延续至今，吸引着来自八方的宝藏音乐人汇聚到上海。风起的时候一回生，二回首。经过成都的历练后，已经差不多摸清套路的我们，别走，别走，哎，别跑，不要跑。林肯爵士音乐中心，中文歌没有。要在72小时内完成采风和演唱会任务，可以说是毛毛雨。哈哈，尤其是在上海，我可是主场，我要带着兄弟们好好感受一下上海的味道。通知我们的集合点。就是非常有上海味道的地方，上海人一般亲切地叫它小红楼。哦，小红楼，那我作为上海人应该第一个到这里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小红楼。啊，这个小红楼以前是干嘛的呢？它是百代的唱片公司的原址。我记得以前这旁边还有个录音棚，后来那个造地铁，造了地铁之后呢，那个录音棚就不能用了，那个地铁每一次过去的时候就轰隆隆隆隆。就不能用了。哎呦，贤哥，哎呀呀，上海是你的主场，是我主场。其实我每次来上海必找你，没想到咱俩今天相会在这个地方。对，我刚才一进来看，哇，这好棒一个地方。来过吗？没有来过，从来没来过。小红楼，哦，传说中的小红楼就是在这里。对，百代唱片的原址。对，那应该是在中国最有历史的唱片公司了。对，哇，就是太有意义了，太有纪念意义了。哦，哎嘿嘿。陈柱 ，Hello， 来了，建哥，欢迎来上海啊，很正式，欢迎来上海，来吧，咱们去逛一逛吧。好啊，好，那就逛一下。说上海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发源地，源头就在这里了，藏在衡山路徐家汇公园里的百代小红楼，感觉很神圣、啊。本节目由零糖零脂零卡，清爽不怕胖的元气森林独家冠名播出。手机下载最新版本的百视 TV APP， 观看一路畅享，还有更多精彩衍生、独家花絮等你解锁。这有一个小展馆，对吗？国歌诞生大纪事。哦，1935年那个时候是一个电影的剧本，然后给一个电影要写主题曲，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电影音乐。电影音乐，嗯。1935年5月3日录制，《义勇军进行曲》灌录地，一路到1949年9月27日就一致通过。哦、以《义勇军进行曲》变成为代国歌，这是母帆哈。对，1935年5月3日，《义勇军进行曲》就是首次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录成功，并且发行传唱到全国各地的。当时在百代公司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爱国音乐家，除了聂耳、田汉之外，还有任光、贺陆丁、冼星海等等。这个地方非常有音乐的灵气。几乎所有我们音乐历史书上读到过的名字都在这里出现过，所以很自然的，中国第一首流行歌就诞生在这里了。毛毛雨哦，所以那个时候真正意义上的流行音乐啊、哦、都记录下来了，那个时代能留下的东西很难得的，所以我们说海派音乐其实就是流行文化摇篮嘛。 No Rose Rose I Love You， 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歌是因为我们原创，然后美国人翻唱。对，陈国西曲，应该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鼻祖的地方。对，是寻根来了是吧？寻根。我以前真的跟百代合作过，是不是还有胡彦斌的音乐在里面？应该有啊。哎呀，这有一个倒计时牌子吗？
大家好，刚才大家已经参观过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源地，所以我们音乐探宝团上海站的采风之旅也就从这里发起。和成都站一样，你们还是要找到身处上海各个地方的宝藏音乐人，和他们联手呈现一场元气满满的户外演唱会。同样，倒计时72小时，开始。啊，这就开始了？这次准备了4盘磁带，里面有宝藏音乐人的线索，你们可以听听看。快点听啊，快点。呀哈，啊，我放反了，很多年没碰过这个。对，这个是时代的产物。这这完全是业务不熟练。这就确实我们小时候听的啊。旁边旁边，拧一下。没有唱、啊。弄堂里的老宝贝。这看岁数不小了，这个老宝贝，老宝贝，这估计是上海人，想得起来，所以他是弄堂里的。来来来，下一个，鲜衣怒马少年时呢？就年轻人啊、嗯。这有唱哎、啊，是个男的。啊，不废话吧？哎，他说胡说言人重是吧？啊，你听见他唱的就是。就这么定了，就你负责这个就得了。不要这样上了，这个得把它听完吧。这什么字？有字吗？辽宁城与哈尔滨。哎呀，那你们俩呀？咱俩的歌啊，我是辽宁的，哈尔滨吗？对呀、啊。这好像不是东北话。啊，这个什么？不完全爵士。不完全爵士是啥意思？就是那个半拉柯基的意思。什么？半拉柯基，东北话。啊，这这啊，这就他就爵士、啊，就爵士。这确实典型的老爵士啊。好像只有上海才有爵士比较土壤嘛。你应该了解上海的爵士乐。这个不完全爵士啊，我觉得我可以带你们去个店。啥呀？就是上海有一个叫林肯中心爵士中心、哦、林肯爵士中心中心，那应该是个完整的地方。那是一个完全爵士的地方。对，那个地方可以去找一找这个爵士的感觉。那可以啊，去看一下，不一定对啊。各位请稍等，在出发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元气考验，想看看四位经过成都一站默契度和音乐感知力有没有变得更好。现在你们其中两位要从5瓶不同口味的零糖零脂零卡清爽不怕胖的元气森林中任意挑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口味。我选择的是元气森林白桃味苏打气泡水冰的。我选择是元气森林夏黑葡萄味苏打气泡水冰的。好好喝。然后靠音乐传递信息让另外两位猜测，如果都猜对的话，我们准备了大惊喜送给你。哎，你们选完了吗？谁先来呀、啊？谁先开始了？这个应该是冷的。好，来。哦。哦。啊？哦。啊，我已经知道了啊，我来回答问题啊。唱的这个歌应该是冰镇的元气森林的白桃味苏打气泡水。耶、yeah! 对不对？哎，我有个疑问，他请问是哪个线索给你说叫白桃呢？看你们俩的默契啊。我认输了。我认输了。我投降了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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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葡萄树吗？是这个吗？夏黑葡萄味苏打气泡水。对，冰的还是常温的？常温。不是不是。哦，错了错了错了，猜错了啊！很可惜啊，各位的默契度还有待提高，因为李健没有猜对，那你们的惊喜也就得不到了。罚还是要有罚的，罚要有罚的，俯卧撑20个。
不，小胡，你节目组都没让你没有惩罚、啊，你说你跳出来惩罚我？不是，别难为他了。我觉得这样，咱们应该让他请吃饭。就今天咱们路上找什么好吃的，然后你就买单就行了。好，老大，没问题。好嘞，好嘞。好吧，那咱出发。那就出发吧，去林肯爵士音乐中心。对，走吧，出发去听爵士乐吧啊，走吧。好，走。这我用还有口风琴。哎，小乐器挺多呀、啊，尤克里里。啊，哇，这也太小版了吧啊。好了，出发了啊，出发。那个大箱子里面是什么？来，研究研究，好玩的。这是什么？哇，有很多小玩具是吗？零，打击乐有了。这是什么？唢呐。唢呐呀。唢呐。唢呐都有啊。这好像给孩子过拐天时的玩具了。他准备了20个人的份盒饭啊。转不转吉他？哎，可以。那我就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你这个学的还是华健大哥的上了啊？对，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刘欢和周华健都可以啊，先结合。对，其实速度七十迈最适合在旅行上，对吧？啊，对。速度七十迈，心情。哎呦，太不准了，找不到调了，我找不到调了。哎，我可能听流行多一点。啊，我们这刚才唱的不是流行，我们年龄还大，唱的是古典。我们唱的是古典，古典有古典版的《奔跑》的吗？严总，你得拿歌来跟我们区分，不能拿风格跟我们来区分。来，当你说 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即兴一个哈，即兴一个。走吧，跟着我们走吧。一路畅想，跟着我们走吧。太好了，这首歌完全能拿格莱美奖。一起走吧，唱到哪里就去到哪里。要去哪里？要去林肯爵士中心。林肯爵士音乐中心在上海也是一个地标型的地方，对吧？地标型的地方，也就是纽约跟上海有。啊，对，非常专业的一个，专门是演爵士乐的地方。就我觉得啊，就是上海其实还是有爵士的代表。上海这种繁华程度，全世界是罕见的。对，你说比它繁华，纽约、巴黎什么，我觉得还没它繁华，那高楼大厦没那么多。现在更是这样。对，你看上海这种小房真好看哈、啊。它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突然惊了，把那个所有房盖都加了，是吧？漂亮，就像巴黎一样，就是整个房盖长得都是一样的，每一个小房子特有历史啊。在我最穷困的时候，曾经来过上海。面对琳琅满目的衣服的时候，感到了束手无策，那是我最悲惨的一段回忆。当时我的钱只够买一个二手内衣。当时，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去的都是襄阳市场，你知道吗？襄阳市场，上海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大白兔奶糖。这什么奶茶？那什么奶茶？是一个奶糖。奶糖。对，大白兔奶糖。哦，大白兔奶糖我吃过。奶糖。对对对。哎呀，对啊，今天咱们在路上能不能自己找找好吃的？反正有人买单嘛。可以。对啊。我已经很久没花过钱了啊，请帮我完成这个心愿。哎呦呦呦，好，一定帮你完成这个心愿。知道健哥之前没有朋友，现在有朋友了。终于有几个开始整我的朋友了。上世纪20年代，爵士乐开始在上海生根发芽。30年代就和世界同步。之后中国人自己谱写的爵士乐还反过来风靡到全世界。到了今天，提到爵士乐仍然绕不开上海，像爵士上海音乐节啊，各种爵士酒吧，爵士音乐学校等等等等，这里的爵士传统还是非常浓厚的。所以想要听纯正的爵士，或想要围观各路爵士大师现场 PK， 那就要来到市中心的南京路美伦大楼，上4楼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肯定没错。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好像来到这里感觉想起了纽约哈。对，就是纽约有一个，上海有一个，所以它其实有很多你看大乐队都可以演的地方哈。对， Big Band 大乐队。基本上好多这种爵士乐大师只要到上海来就会来这儿演，那这是我们国内的。
有特色的田果庵，声音特别的厚啊。田果庵，我们要不进去看看？好。所以咱们到这儿能找着谁呢？不知道。看一下。Double bass。Hello， 这位老师你好啊。你好。对，今天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呢？没有，我是这个琴，我要稍微调整一下。来调整一下琴。对。怎么称呼？我姓朱，朱东环。想问一下老师，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不完全爵士吗？不完全爵士。对。就是还没竣工的爵士。我们其实是想跟您请教啊，因为我们现在呢有一个谜题在解答，就是我们要找到上海的一个宝藏音乐人。然后呢我们得到的信息就是听到的是爵士乐，所以就找到这儿来了。如果说是不完全爵士，你们可以去找老任，任宇清，是他提出了这个概念啊。任宇清他们啊。对，因为我参加过上海这个爵士音乐节一早。所以老任其实在上海爵士圈是很有名的了，我也听说过。我跟老任认识到这到现在大概有21、22年应该有了，其实也算是他把我领进门。他把你领进门的意思，他就是我还跟他学过，因为他也弹 double bass。对，我们俩是同行。既然提起这个人，怎么找找这个人？你有他电话吗？电话有啊，但是我觉得你们还是去他的驻地找他比较好。驻地哪里？就是他一般会都在。JD School 啊，他有个学校啊。哦，现在他搞教学是吧？很多年了，因为我早就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去过。那我们是去那边找一下他那个学校 ，JD School。JD School 啊，那个我知道在哪。那我们赶紧走吧。好。哎，这里有特调元气森林哎。哇哦，挺好喝。那我待会儿还带你们吃不吃到底？吃。是要吃，我跟你讲，我来买单啊，他到时候转给我哈。对，你把交现金掏出来，我看看。等会儿啊，就一张啊。我一般都给小费的，就这一张。现金哎。对。但是就带100块钱，你就敢出来吗？主要是看人品了吗？我带你们去那个对面那个小吃馆。哦，好。我们买一点，我们到车上吃，怎么样？行。来上海就听彬彬的吧，彬彬有礼。对，100块钱能吃什么呀？一人25块。来看看这儿，全上海小吃。喂，又送了点儿，变戏法变出来点儿。这个你一次性都拿出来好不好？来，那咱们吃什么呀？来100斤包子。100斤，彬彬你来点，你来点，然后能打包走的。那这个赤豆连心根，这个高来一个，给我来那个小笼包来2屉吧。他那个小馄饨也能打包，馄饨可以啊，是馄饨吗？一碗够不够？不够。没有，有钱硬蛋啊，好，老大有钱。罗布斯饼可以，可以了，拿着，老四，来，啊，走了，上车吧，对。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关注东方卫视一路畅想官方微博，观看合集，边看边聊音乐地理图鉴，也可进入一路畅想话题页，参与一路畅想车票领取互动，一起踏上寻音之，发现更多城市特色文化。来，哎呦，一人拿一个吧，拿手拿吧。来，我假装来一个。我也饿了，真的。哇，汤，哎呀，留了。吃完大油手完再弹吉他。哦，不吃，我白天不吃饭。你看我说了吧，他白天不吃饭，这只吃一顿饭。白天不吃饭。我说这样的话会比较清醒。不是，它是一种健身的方式，就是他当16小时不吃饭的时候，细胞就开始吃自己的脏东，重建身体的免疫系统。叫自食 autophagy。哇，你一定要听他讲，他绝对是专家。那个我以前是有很多严重过敏，后来通过这方法治好，就是饿好、哦，严重过敏。有些问题其实就是吃多了，不，因为身体你自己能够治自己的毛病，但是你这时候又吃东西，然后他没有机会了。那汤都慌了。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关注东方卫视一路畅想官方微博，观看合集，边看边聊音乐地理图鉴，也可进入一路畅想话题页，参与一路畅想车票领取互动，一起踏上寻音之，发现更多城市特色文化。武康路，快到了。所以那个学校在这条弄堂里面，对吧？对。其实这都不算弄堂，这算蛮大的马路了。这不算弄堂，这应该是小区和小区之间的一条马路。小马路，对。这是上海的特色嘛，梧桐嘛，法国梧桐，对，民国时代种的。到了，这是学校 ，JZ Center， JZ， 这真的就是小弄堂里面啊。
有蛮多的朋友跟我说过，专门教爵士乐的 JD School， 说这里呀、有上海顶尖的爵士乐手，但一直也没有机会来看看。原来是在武康路这么有上海腔调的小马路里，这就叫大隐隐于市。上海可是有很多隐藏在城市不起眼角落里的音乐宝藏点和音乐高手的，不完全爵士的老任应该就是这样的高手。哎，请问老任在这儿吗？在。哈，他今天在这儿，你看找到了。我们说的老任是一个人对不对？就是这儿的老板。对。他在哪儿？他在几楼？他在四楼。哦，我们去找他。走，上楼。四楼没有电梯，上海的房子都是这样的啊。你要小心啊、这个哎，限高啊，限高。这是给你准备的，不是给我准备的。1.86米的人进不来，姐。1.86米人不准学爵士。你觉得是就是。有一个说法叫做一切皆可爵士。对，一切皆可爵士。嗯。因为我爱。你有多少个爱你问我有几番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你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你的声量级一定是有轻有弱的，尤其在他为唱的时候，你的声音不应该大过他。而且等于是在上课，等于说全后半的实战课，后半的乐队排练课。哦，好小那嗓子。我们学校的小学生。Hello， 好几十年没见了。好几十年没见。你们有好几十年没见了。你不要重复戏谑好不好？我们刚才去的是林肯那边 ，OK， 然后碰到你的应该是也是你的学生，叫什么来着？朱啊，对，小朱，朱东华 ，Double Bass， 对，他是我在上海最早的一个学生啊。对，哎，你们要不什么？咱们玩会儿一会儿。想啊，可以啊。我觉得就是，既然号称一切皆可爵士，有没有可能咱把那些流行歌都爵士化？行，有谱的就行。最美行吗？行啊，可以啊。你把和声写给我，我怎么玩？啦啦滴哒哒哒哒哒，这是一小节吧？对，啦啦哒滴哒哒，一段就行，一段就够考一考可以。哒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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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们俩来，你们俩来，对你来，我干什么？我弹钢琴啊，你唱着玩。完了，行，你写的，你唱吧，去吧。是最美，这下的人最能体会。你明了，我明了，这种美妙、美妙、美妙的滋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来呀！也切个爵士啊！这个状态应该喝了三两以上。我除了跟老任吃饭喝酒，从来没见过他弹过贝斯。哎，其实咱俩还一块演过一回的。那后来被取消了不？有取消了吗？没有吧？来，谁来？我点杀了啊！干正活嘛。对，先把正事干了。就咱今天来的任务，主要是要发现到底谁是跟我们一起来做那个表演的保障。爵士的有一个灵魂乐器的 double bass 啊，对，就是这个碧海深圳已经找到了，对你肯定是要做这 double bass 了，我们四个人可能是应该是只有一个人可以跟他来互动，我想啊，哎，对不起，哥，我对不起你，咋的？他说了，我从来没跟他演过，所以我要跟他演一回。我
我也给你演过啊，对，演过了，刚才演过了，我演过了，咱俩下回啊，对。但是我希望几位应该帮一起在八宝关选一个，最适合我们这舞台表演的一位爵士歌手。OK， 那咱们现在去找去，先找出你心目中前两名找。要不你跟我一块儿过去看去。来来来来来，我们在这等着，好吧？你找俩好的啊。啊，好。最好我希望能够有原创。好，哎，在这儿呢，喜，小喜，他是一个，喜真真，你好，你好，李老师，好。然后我看这里边有谁啊？他在跟我排练呢。哦，谁？刘佩，还有那个他吗？来来，让建哥来面试一下，走。行了，我们先上去吧，面试两位啊。回一句晚安，多情人却自找难堪。哟，可以啊。爸爸 no、哎，找来了他们，他从那个仓库里叫出两个歌手，仓库里叫谁？仓库不是仓库啊，宝藏琴房里，我们来听一下，来，我们可以听一下哈。Make my bed and lay the light, I will rise and hit tonight. Bye bye, bye bye.可以，这个怎么样？再来一个。那个另一位选手呢？那个。好啊，好，好了，难题了，出难题了。老任，因为我们上这个电视节目，还是希望找一首中文歌。这最好是有原创的中文歌能够表演。这得问问小喜，你那儿有歌吗？中文歌没有，因为你唱的非常好，但是我闭眼听，感觉像外国人。可能也有，但是可能要大家现在马上弄出来，可能有一点麻烦。那行，那我明白。所以我希望给你们些时间，找一首中文歌曲。对原创的要求别那么高，就是它其实是一首不错的中文歌，它如果能够被改编的非常爵士也 OK。但是就像《月亮代表我心》这样的歌曲没有改编价值，我恕我直言。真的变成考试了，好，搞得好严肃啊。我们节目需要这种严肃这个紧张气氛。你这样，你的安安心心在这严肃的啊。我们去，还有三个磁带没解开。行，你们去就来吧。好好好，告辞了，老师。好，好，我们一拜拜，争取一会儿就回来啊。好，那咱们怎么办啊？这另外三个是在哪儿啊？我觉得啊，要不还是找老人，啊，给他听听是吧？你觉得呢？回去啊，走，再爬四楼。哎呦我天！哎，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找你帮个忙啊？咋了？就是我们其实这个三个另外一个线索音乐完毫无头绪，要不然你帮我们听听啊？来，放里边一个，你放个歌。听过这是谁吗？这等会儿啊，正好听听。哦，这是那个雨果乐队，对不对？啊，你知道啊？对，我知道这个乐队叫雨果，那就是他是上海的是吧？对，咱们是2006年从南昌到上海来发展，他们平时都在瓦肆排练。赶紧走，快，谢谢啊，谢谢你们，一路保重啊，工作顺利啊，祝你成功。老大，我们下一站见了啊，大哥拜拜。老大，晚上等你请吃饭啊。好，我这个散碎银两也备好。我觉得李健少了我们肯定很无聊。健哥他很严肃，会很严肃，真的会坐在那里。他刚才那个样子真的有点严肃，我都怕怕的，弄得好像真的跟海选似的。我要是刚那两个，我都是我会哭出来的。你有没有中文歌？我觉得这个上电视节目必须有中文歌。上这个电视节目还是希望找一首中文歌。他就这么做了，我就不要唱那些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了，那有什么意思？这样的歌
改编没有意义。我恕我直言，像月亮代表我心这样的歌曲没有改编价值。我恕我直言，我怕死啊，真的。我们去瓦斯，时间很紧啊，快！你们知道瓦斯是什么意思吗？瓦斯，哇，不知道。最有文化的海泉哥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啊，勾栏瓦斯就是在这个地方画了一个勾，把它拦起来，然后盖了一个房子，上面有瓦，在这个瓦下面，很放肆的玩。啊，勾栏瓦斯。哎，我好像听说过是在宋朝是吗？宋朝，宋朝对吧？嗯，其实文化和经济都很发达。嗯，然后呢，人们在这个都会里面夜生活也比较丰富，比如说看演出啊、玩啊，各种娱乐场所，它有叫勾栏瓦斯。嗯，这个可能应该是借用了这个名字叫瓦斯。哦，应该叫做古代的 Live House。哦，哦，看到了瓦斯。怎么感觉像这个 Live House 的后台？哇，有人在演啊！啊。哦，这是排练的。啊。哇哦！雨果吗？对，雨果。他们就是雨果。哎，他们就是雨果，他们就是雨果。就是雨果。对。那找到了。Hello，Hello，Hello。你好，你好，你好，你好。Hello，Hello，Hello，Hello。你们刚刚是在排练吗？对。就我们因为我们的乐手还没来，我们的伙伴还没到，还有两人嘛，他们马上来。我们最后再确认一下，放这个音乐是不是你们的歌？对，不是你，对对，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叫任中，一开始就是你怎么骂我？你在这次你骂他了吗？无耻言任中吧，无耻言任中，暮色掩冷窗啊，就是有点被迫害妄想症啊，你怎么这样？对我不对，是我不对。平时你们是四个人是吧？对。哎，我很好奇，你们平时都还在上班的？对，有的做房地，在房地产公司。你做什么？我跟音乐行业还是有点关系。嗯，现在不是在建这个音乐场馆吗？对，我是这个工作。哦，你呢？我是摄影师。摄影师。哦，吉他手来了。哎 ，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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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吉他手万麦。外卖，外卖，外卖到了。外卖开脚。哦，好，来这边，这一起来聊一会儿呗。对，坐着聊会儿先。我们这一次哈，其实来到这个节目，我们是要找到宝藏的音乐人啊，然后推荐你们啊，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你们的音乐。如果要一个理由让我们来推荐你们的话，能够给我什么理由？好听。可以。现在好想听。唱一首是哪一首？应该是乘风。这首歌呢，我记得刚写出来的时候啊，这首歌让我自己歌词还是蛮有共鸣的，因为当中有一句“最绝望的人呐、啊，像被雨水淋湿的狗”。哦，最绝望的人，好直接啊！我就想起了我上班的时候的事儿，等客户啊，有的时候避免不了，有的时候得，对吧？求求别人，打工啊！求求别人，我就想起我最长一次，我等客户，我等了8个小时。我走出那幢办公楼的时候，正好又下起了雨，真的就像一条被淋湿的狗一样。眼中你是怎样的不堪，向命运还手，却走过血流。绝望的人呐、啊，像被雨水淋湿的狗。放开你的手，放开吧那些悲伤的喋喋不休，一直往前走，就这样不再回头。哦哦，看到我们这个歌真的很励志啊，潇洒。对。把弦弹断了。我们刚来上海的前5年，确实就是大家都不工作，在一起弹吉他，每天写歌。那个时候把音乐当作工作，跟把音乐又还原到另外一个跟工作并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我现在就有点痛苦了。
音乐这件事情现在变成你的工作啊，我理解你说的。而变成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去吸取别的养分的时候，你这个机会比别人少很多，因为你一定是先有生活，你才会有音乐。所以他们这种又是有自己的工作啊，对，然后音乐还存在，那样的作品出来一首是一首。我是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我大约30多岁以后的时候，我干了很多其他的工作的时候，反而我再去写歌、唱歌、做演唱会的时候，就感觉是回归到爱好。对。哎，那这样，那我再问，如果这么多歌里面只能唱一首表演作品，是哪一首？其实这个还蛮难选的，对我们来讲，只能一首。只能一首啊，然后我觉得春晓，对，其实我心目当中觉得春晓比较难去演绎这首歌、啊、明白明白，主要是戏曲部分，昆曲部分。我大学的时候就学这个东西了。哎，你是学的是哪个？哦，我以前学的是文丑。文丑，文丑有功夫哎，文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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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中给我感觉啊，我觉得就这样吧。什么意思？你想合作吗？我想啊，我想。你想合作？我非常想。我完了，又要放弃了是吗？刚才我就放弃了爵士乐了，现在又要放弃这个了。我没办法啦。人中喜欢歌里也唱他，那就给他了。这东西写我名字了。歌里面都唱到你名字了。祝贺你们。对，这还是有一要有仪式感。一路畅享元气时刻 live show。哎，来了，来了！不好意思，我刚下班。你是搞房地产的？对不对？房地产销售嘛，你看典型的，你看这个皮鞋，看着尖头皮鞋，看到没有？尖头皮鞋，大背头。对，这个是窄裤子啊！哎呦，哇，今天没想到排练这么热闹。你来之前我们谈到了说，哎，要一起演一个歌，因为你们是我们发现的在上海的宝藏乐队。那可能我们人齐了，要么换来一下，换来个 full band 的好不好？ full band，OK， full band 的 full band 的。其实我觉得咱俩就是今天就不要再忙活别的事儿了，因为天已经黑了。我觉得今天就是成绩单够了，可以了，找到这个心里也踏实了。嗯啊，其实一个陌生城市啊，就是要留下来真的不容易。朋友，要有朋友，信仰，要有同好。你换了一个环境，你的朋友圈还有文化差异都可能会有，南方的文化跟北方文化可能又不一样。能融入一个城市，确实要有一种，只要你有本事，适应的能力，就能留得下来。这个上海这个城市是这样，对，它是很开放的，都包容。对，然后你有你的能力、才华、理想，对，又能坚持，就有机会，就能留下来，就有机会。复盘一下，今天复盘一下，好吧？好，坚持一下啊！去我家吃饭啊！你家里是吃方便面吗？电话都打好了，是不是叫外卖？二哥都安排好了，再把建哥叫回来，叫得回来吧。伴着清风安心走向未来，这叫其实好一些了，但是呢，你还有别的中文歌吗？我们这样，我们就先吃完拍个照，发给他。拍他？哦，位置啊，不行，那这个没手机。他那个手机收不到啊，他只能收短信的。对啊，他连打电话都找不到他都没有彩信。对呀、啊，
彩信这个词儿都是过往了，对吧？他连彩信都没有，他只有发短信。这个本事挺大的啊，真的，这个招挺狠。你看，这是我家餐厅，而且我经常就是演完出以后很晚很晚来这吃饭。我记得绕进去以后才是那个包间嘛，一样啊，完全都没变。到了家里的感觉，其实也就是他们家的房子。对，咱们要不要给老大留个位置？老大今天坐边上。这里的菜呀、啊，要自己写的，拿一张纸自己手写。红烧肉，红烧肉，油爆虾。这很罕见的，现在点菜呢，很多人都已经扫码点菜了。对，现在还是手写，而且是要顾客自己写。黄鱼烧豆腐应该是。哎，是他这个黄鱼烧豆腐特别嫩，那个豆腐。点啊！哎呀，开始咽口水。就这样吧。行吧。白一节卤蛋红烧肉。哦，可以。谢谢谢谢。三思三思。哦，蛋饺汤。要不要给建哥打个电话？果然，真的是移动秘书，我没有接过这种电话哎。这就是一个很古早的一个接电话的方法。你还有别的中文歌吗？它挺好，但是呢，稍微有点平，需要一个充足的东西。他挺好，但是呢，你就看这歌词到底想讲一个什么故事。我期待能让月光照进来。很好，但是我这调提高了。不，你们后面还有吗？我喜欢风把你的心。挺好的，嗯，但是呢，要少那么一两句让人特别记住的。我们的节目陷入了僵局。哇，好吃，好吃，太好吃了！哎，你说大哥吃什么？现在已经顾不上他了。哦，吃肚皮都跑出来了。那我们吃的空盘等他来啊？对，就是吃了空盘等他来，然后买单。你这些选手都非常好，好是没问题，嗯，但电视上需要出乎意料的东西，有惊喜，嗯，所以就是歌的问题吧。我们要找一首好听的，但是它的形式别人想不到的。如果实在没有原创的话，找一首好听的歌改成爵士也好，靠嗓音和作品取胜。我有一个怀念是很好听的，我唱两句什么样的？青山外，月已明。这个歌你们排过的？这是他录的。我觉得这歌可以，但是呢，这歌可以，这个谁能唱？他们你们有几个歌手啊？现在都学一学，明天我们选一个。我觉得这歌可以。那咱俩去那边换个地儿，待会儿。好，好。人们老是说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但是歌曲是有国界的，因为词儿嘛。我是觉得中文是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能够在歌词很短的篇幅内赋予不一样的意境。我觉得你今儿说的一点特别好，再让歌手在训练的时候以后真的也应该是同样有一个训练，就是专门唱中文歌的训练。对，因为只有唱中文歌了，人们会觉得这个作品是属于中国人的，属于你们 JZ 的，属于上海的，否则你永远是啊翻唱劳拉费奇的 Billie Holiday 的，翻唱没有那么值钱，或人们没有那么重视。对，所以明天我希望明天排练的时候，嗯，给你点压力，你要让你的学员或者说你的救兵，嗯，能给我们一些惊喜。啊，好，等你好消息。好嘞。
咱们不能在这干等，等他结账。我们先想一想吧。行。现在两个卡带嘛，还有两个卡带。弄堂里的老 baby。对，还有一个是辽宁哈尔滨。辽宁哈尔滨在上海。是人呢？就是比如说像飘到上海。辽宁人，哈尔滨人。这种线索将易无效啊。辽宁路，哈尔滨路。哎，上海辽宁路跟哈尔滨路是不是交界的？搜一下喽。我想打开地图。辽宁和哈尔滨一个是省一个是市，它是一横一纵应该是。啊，我看到了，这是辽宁路，这不是哈尔滨路吗？这就是啊，这条路。对，所以这是辽宁路。这是我学校的那里，我牛班音乐学校在那里。啊，那就是了，肯定是这儿了。喂，你好，严仁哲，我李健，你们在哪儿呢？我们在我家餐厅，我现在去找你们啊。好，拜拜。哎，来了。哎呀，哎，健哥，等我结账呢。来，散碎银两已经准备好了。行，碎银几两？嗯，碎银几两？你来，就。我其实吃过了，啊，吃过了，确实菜也凉了。对，残羹冷炙嘛。那个，你们今天怎么样？今天找到一组，我找到一组。那个雨果乐队好棒。啊，雨果乐队，法国的。健哥刚刚怎么样？我还可以，就是选歌时候遇到了一些波折，选了好几个小时。怎么样后来呢？我坚持要唱中文歌，后来选了一首老上海的歌曲，叫做《怀念》，但是主唱没找到，所以让所有的学员去唱学，明天选一个我们认为最适合。哦，这是海选啊，真的海选。今天彻底是开启了这个海选渠道，除了没有报名费，其他全都一样。刚才我们猜到了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那个辽宁和哈尔滨人，你知道吗？他不是人，他是两条路。就是你去哪儿？去辽宁路、哈尔滨路。啊！刚才查到以后，地图上这两个交叉地方，那个地方写着叫上海音乐谷。我觉得这个名字就是了，肯定没错了吧？肯定没错了。对，另外一个确实还没有头绪。嗯，常老板，这个线索太单一了。我估计，你看，它是一环扣一环，肯定是在我音乐谷那儿，上海音乐谷那里。对，肯定有。那行了，那我就放心了。今天晚上不用着急了，那买单吧。哇！我健哥真的，你这个来晚了，有点错过了，是吧？对，错过了这道菜，但是不要错过买单就行。另外呢，好，借你吉言啊。最近不挣点钱吗？啊。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关注东方卫视一路畅想官方微博，观看合集，边看边聊音乐地理图鉴，也可进入一路畅想话题页，参与一路畅想车票领取互动，一起踏上寻音之，发现更多城市特色文化。主唱到现在还没听，今天我得面试十二个人。十二个人？嗯，你至少还有的面试啊。我根本不知道。咱们俩遇到的困难是不一样的啊。你可能一遇到好的，一完全是成型的。我这个现在还是一个，悬而未决啊。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啊，无论如何最后要定一个。我是有选择恐惧症，障碍加恐惧。他有选择障碍，他给自己准备了十二个人选择，那是自己自找麻烦。经常自我折磨，经常。你这叫自我折磨吗？我们是互相折磨，我跟学员互相彼此折磨。我最近听了一首写给男人的歌，这歌名我看出来了，大壮。不是，这首歌的歌名是送给老大的。上了年纪的男人。很容易性祸死殊荣。那我不能听，你不能听，跟咱俩没关系。哦，没关系。总有太多男人的痛，男人的痛，难说的话放在心中。好听。矛盾的怕被人看穿，又渴望谁懂，偷偷醉过一场，匆匆醒来，和明天相逢。哇哦，行，唱得太好了！你看这个上了年纪男人身体还不错，底气还很足。这歌也是上了年纪的人写的歌，叫《独身主义》。一转眼到了这样的年纪，看是不是老？你写的？忽然间变得特别的佛系，特别的佛系。佛系。很难为谁着迷，
很难为谁着迷，很难为谁入戏，很难为谁入戏，很难为谁去改变自己。为什么要改变自己？围观了太多虚情和假意，男人真的不容易，仿佛只有那无情才无敌。变得小心翼翼，变得自私自利，变得对谁都心存芥蒂。挺好，这个最近不适合我听啊！我这个年纪想要的求恋爱，求恋爱了。不是老二，我去谈恋爱，我下线，下线直接下线，你给我回来！上网没有，这话题不能聊是吧？既然有点年纪，唱点老歌啊！大家都知道叫《Wonderful Tonight》啊！哇，这好好听，这个好听好听，来。It's late in the evening. She's wondering what clothes to wear. She puts on her makeup and brushes her long blonde hair. And then she asks me, Do I look alright? And I say yes.You look wonderful tonight. 虹口区的辽宁路、哈尔滨路，找了半天，找到我上班的地方来了。哎，辽宁路啊！听名字就知道，这里就是我们搞音乐人聚集的地方嘛。我的牛班音乐学校就在这里面，磁带线索提示的那位宝藏音乐人肯定就在这里，没跑了。想要向前看，等待你的人的浪。哎 ，Hello， 哎，这是咖啡厅啊，哎，进去唱，哎，我试一下 ，Hello，Hello， 那个，向左，向右，向前看。这丢人的事还是他们干吧，我受不了这个。向左，向右，向前看。No， 不知道啊。这肯定不是。我看这俩人眼睛里都没有反馈。对他脸上写着一脸懵，没办法。我觉得我们先避避雨吧。这不可能在停车场啊。我觉得在这儿唱还行。哎，好多女孩呢，咱们走。来。别走，别走，哎，别跑，不要跑。向左，向右，向前看。过来杯咖啡吧。他肯定不是，他看健哥的表情就不是了。我们去哪儿啊？去哪儿啊？不知道啊。不太对吧？是啊。感觉效率很低呀、啊。哎，咱们，他有可能在楼上哎，往上走啊，在这唱一下行吗？要像对面女孩看过来好像、啊。对，来。我遇见谁还用怎样的对白？太可怜了。我等的人还在遥远的未来。他们越唱越走了呀，啊？我遇见谁会用怎样的对白？哎咱唱出来了。他在多远的未来？就在这儿。我听见风，哎，他长得有点像孙燕姿啊。山歌已经对上了。肯定是他了，肯定是他了。暗号对上了。是我们上来还是你下来啊？对，我们在天台会合。走了。天台见，走了。手机下载最新版本的百视 TV APP， 观看一路畅享，还有更多精彩衍生、独家花絮等你解锁。Hello， 哎 ，Hello，
哦，帅气的女生。老师好。Hello，Hello。你好，你好，你好。师傅，怎么称呼？范志林。范志林。对。坐吧，下雨天找到个避雨的地方不容易。哎，那我给你听听那个歌，看是不是你的歌。对对对，这是我的。我们刚还说这歌还挺好听。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在上海做音乐的呢？之前在温州大学，对，音乐学院，然后当时是学的也是声乐嘛，就是其实像做编曲啊什么这些，就是都是自己慢慢摸索。爱好。那在上海现在发展的顺利吗？有没有更多人认识你？也没有，认识的人少好，认识少那个节约开销啊，是，对对对对，跟我们建哥一样，就是。小范范，我们需要他，我们现场观摩一下还是怎么？就这首歌，因为它是 iPad 编，就是一些合成器啊什么的，就是可能现场的话就没有办法去伴奏出来。然后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帮我配合一下。可以啊。然后李健老师可以帮我来做一个低音 bass， 然后就嘣嘣嘣，对，嘣。然后呢？嘣。然后海泉老师，然后你可以帮我打一个底鼓，就一个这样，嗯嗯，这样一个节奏。OK OK。嗯。去。嗯嗯，对，然后胡彦斌老师可以帮我唱一个，嘣，嘟嘟，拉西哆，对，就是三个音啊、，OK， 对，然后你就帮我打一个响指就行了，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太好了，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对对对对对对，来，那我来，我是最重要的一个节奏了，对，挺起劲儿。你的贝斯没了呢，我以为他撑不住了呢。我难出音不够粗，我手都湿了，很难打。挺好，这感觉挺好啊。哦，有编曲思维的音乐人啊。好哎，好哎。不是你们两个，谁可能更适合跟？范范来合作，你们可能现在还不太了解啊，不太了解刚刚我只顾于自己唱了，没听他的。我可以大概唱一下。对，这首歌叫 Play。OK，Let's go。本节目由零糖零脂零卡清爽不怕胖的元气森林独家冠名播出。手机下载最新版本的百视 TV APP， 观看一路畅享，还有更多精彩衍生、独家花絮等你解锁。我可以大概唱一下。对，这首歌叫 Play。OK，Let's go。Play what you want, like I'm nothing. You play with my heart, without blinking. You play what you want, then I'm drowning and nothing can break my heart.'Cause I won't give you a second chance, and I don't care about everything about you. Please don't call me at night. 不错。就旋律很好，我唱歌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啊。我觉得这歌没问题，我这歌又既东方，然后又它合成走向还挺。这英文歌。对啊，你不是拒绝英文歌吗？关键他写不出来中文，你知道吗？可能他这个旋律他写的时候，他只可能就表达那个东西，这是可以理解，是吧？那怎么办呢？这位到底是不是我们要找的宝藏音乐人呢？还有一盒卡带的线索没有头绪，表演场地也要去踩点确认。我还号称上海是我的主场，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呀。明天的演出能不能齐齐整整的办起来呀？太帅了。本节目由零糖零脂零卡清爽不怕胖的元气森林独家冠名播出。
手机下载最新版本的百视 TV APP， 观看一路畅享，还有更多精彩衍生、独家花絮等你解锁。感谢网易新闻、一点资讯、腾讯新闻、凤凰新闻客户端、引力资讯、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狐娱乐、中国娱乐网、北京文娱网、中华娱乐网、观众网、 WiFi 万能钥匙、闪萌、中华万年历、非凡娱乐、智娱、水娱、成果娱乐、泰日报、爱特豆、星伴、音有趣、华语之声。